观世音菩萨专辑 _005 感应录 _ 美国佛教会电脑资讯库功德会佛学词典集成佛学十大专辑观世音菩萨灵感事迹选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集第一篇前送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感应记选一钓鱼钩钩入食指送佛号顺利取出刘东明这是一件真实的故事，是我亲身体验的，发生于今年6月5日下午约5点钟的时候。当时我正与三位朋友在庭院闲谈，突然堂妹，名叫秀珠，我四叔的长女，11岁，跑过来喊叫着，大哥，大哥。我哥哥，指我四叔的长子名建成13岁，请您过去一下。当我发现他神情有异，赶忙随他一直走到鱼塘岸边时，只见9岁的堂弟建村、建成二弟正坐在地上，右手捏着左手食指，流着眼泪嚎啕大哭。建成蹲在他面前，手上拿着一把裁缝剪刀，面带愁容地望着我，地上还有一只指甲刀和两根交错着的钓鱼竿。我急忙蹲身下去牵起建村的小手，原来他左手食指第一节上正勾住一只水线已被剪断的鱼钩，到钩齿已深入肉里，当我用手指轻轻触到时，他就痛声哭叫起来。看着深没入指头内的钓钩，不禁使我于束手无策中浮起到医院开刀的解救办法。可是从家中到镇上医院最少有3公里以上的距离，韩社住彰化福兴海边，距鹿港镇上颇有一段距离，机车和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又都已被家人骑出工作，送患者岂可安步当车呢？因此一属的希望瞬即消逝，也在顷刻间使我再度陷入束手无策的焦虑中。忽然灵感一来，我即开始念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佛号，约念了十余句以后，竟于恍惚间将钓钩取出，钓钩长约半寸，为中号鱼钩。当我捏着取下的钓钩放到建村跟前时，突然使我惊讶一下，他的脸色安静得很，而且不哭了，问他痛不痛，只含泪摇手答不。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到刚刚全是念动观世音菩萨佛号的灵验神迹。